就是地铁那栋楼，平安银行。见火苗了，我天，见火苗了！看看吧，好家伙，几秒钟你看这烟就上来了，好家伙！妈，这么大的，你看圆的那烟烧没了，圆的都烧没了，把那圆的烧没了，太可怕了！这是哪个楼啊？好隔壁的那个。聊了，这他妈你可玩嘛呢？太早，对他没有那么高，谁抢？完了，这怎么不知道怎么着的？这个就从这顶子开始。哦，他外墙保问招的，对，外墙保问招的。没治，这谁也他没治。怎么人家齐了呢？他妈气体肯定有毒，人死人了！我操，这绝对他妈的得出伤亡啊！我靠！咱们要跑吗？咱们要跑吗？我去，在这儿都感觉热了。哦，对，好热，好热，我快跑了！控制住了，该烧的也烧完了，没有了，楼顶应该也差不多也灭。现在基本上控制住了，也不怎么冒烟了，就光往里边灌水呢，都没有了，彻底灭了，水也停了，烟还有一点点。天津平安银行起火了，天津平安银行，新天地。这火苗迅速就炸上了，这回看见火苗了。哇塞，第一次这么大火！整个新天地大厦，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越来越凶了，我的妈呀！
操！离远点！我操！远点！远点！好危险！好危险！我操！远点！真的真的！我操！我操！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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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！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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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真的害怕。开完了，走吧。Thank you.